今天是11月15号，哇，这排骨好大，鼎泰丰的，来，你已经吃一口了，嗯，有汤汁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有汤汁。你要吃的蛋炒饭，上次来就很想吃炒饭，它蛋有问题。OK， 嗯，有问题，而且很大份，大概有可以车成6条。